你敢会来？啊，干部会议嘞？何副总有事啦？毕竟哦，美国的生产线关系着公司的名声，阮阁同来亲身来把关，你毋才会放心，较免有人徇私啊。你还是无信任我？虽然安怎想啦，我认为我拄仔就恁应该来现场了解状况，嘛甲员工跋哪一个啊？ 卖予伊认为哦，我是干来会晓坐伫个办公室处理paperwork的总经理啊。那安尼拄则伫个公司，你就甲我讲你要来就好啊。我会当替你甲回伊白乌开，即马你临时过来，拢毋惊员工对你有歹印象？你想想这啊，公司的人拢真听话，真尊重我，嘛对我印象真好啊。干来你，敢讲你无？哇，你即个做总经理的，够真阿爸。 做例行的，敢那会当听你的话，袂当有家己的意见。若是有意见，就是讲你。对啊，我就是霸道总经理，即马上留言。真叫个幼稚。哥，这是这批美国的检验报告，你甲嫂啊，跟当去公司进行后一步的作业，我留落来跟杨春的美国。啊，不过这是我负责的。 分工合作才是事半功倍啊！你得要搞客气啊，今仔个当去公司，进来啊哥，搁起来要创啥？进来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赶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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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要回家生意啊！哦，奐得搞好你阿嘿，再见！哎哎哎哎！你唔那是爱独孤，你搁是爱鸡婆呢？你为什么什么代志都要插一脚啊？无我借问者。 你是不是真正食饱小药？奇怪呢，这是办公室，我哪一直听到一只乌鸦在遐啊啊啊！你是要创啊？你敢是经营的员工？你的经营是无准绳的哦。你哪会伫遐孤笑鼻无火哦？你也毋是宏图建设，也是美国进口公司的员工啊？ 那咧，你平常咪处理只经营的代志啊？我是阮爸唯一的后生，所以宏图建设业务我加减嘛有参与。我嘛是阮爸的查囡啊，阮哥的亲小妹，精英医美业务啊，我嘛常常咧参与。安那，无话通讲啊吼。 助理，你写啥？拄则有员工讲哦，仓储内面发现有鸟鼠了，我要赶紧找电话叫人来处理。啊，若无哦，卫生会出问题，就害啊！鸟鼠？啊，害啊！我美国搁在内底咧，进来，带你看下。好。我问，我问，我问。哎哎哎！啊，这也不是你的代志，你是要创啊？去派出所巡查啊！我想说检查迄美国的包装敢有破去啊？ 啊，若是因为你的货哦，才出问题。可是昨天这只黑乌鸦就知死啊！妈，阿英离开冷冻库啊，你确定是我讲的迄个生出足悬的查甫，还佫有长头毛的查某？对啦，就是夫人讲的迄个啦。啊，查某无佮夫人所讲的同款。宋丹青，一声你知死啊！ 爱记，甲门锁好条，绝对袂当互内底的人有任何的机会会当出来。啊，行动了，恁的人就会当下班啦。爱记哦，现场要有监控。这，放心啦，我袂伫你的地盘闹出人命，我只是要甲恁驾驶一下尔啦。 安尼讲真正袂出代志。宋丹青、廖凯宏，恁这对奸夫淫妇哦，都准备伫个冷冻库内底变做两支夹冰，做一对冰棒鸳鸯。到时子申绝对会甲你离婚。
妈，你来来。哎呦，你总算回来啊啦，代志大条啊啦。好啦，先卖掉去，先卖掉去。大头阿哥，什么代志啊？听讲哦，单亲还阁有廖凯宏两个人，我拐入去恁栋户内底啊啦。啊，哎，伊两个人无代无志，哪会做伙入去啊？敢是去偷塔约约？我是总经理特助，我无伫个遮，我伫个倒位啊？拄只检验报告落字啊，我翻头转去找，真正落伫车顶。啊，你人伫个遮？那呢？怪入去恁栋库内底个人是啥？妈，真正有人怪入恁栋库内底？敢会是？我拢无接，彤彤电话无通呢。啊！你讲梓潼，伊电话无通，你赶紧联络陈总那边，我来去了解状况。根本真正是梓潼，我人关入去恁栋户内底啊，伊无可能啊，伊哪有可能伫遐？啊！不过彤彤代替阮伫检验迄玫瑰品质，要我担心先等来公司处理文件，所以。你确实伫遐。妈呢？妈，先莫紧张啦，电话无通，可能是无电啊。我一定代表伊关伫遐。不可能啊！梓潼，伊一个囡仔，伊个手机啊，还佫有行动电源哦，拢炸条条的，伊连洗身躯拢嘛炸入去，伊个电话无可能无通啦。想袂到，我家己失个叫。难道去害到梓潼？我先打电话给仓储主任，叫他先去处理。不好的，那主任已经关机了。你哪知影？妈，为谈到你的态度就足奇怪。是谁跟你讲单亲跟廖凯宏被关在恁栋户内底？这敢是重点？阿姊妈，叫你妹妹较重要啦，行啦行啦。先讲好清楚。刚刚这一切是你设计的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拢是我设计的啦！我就是爱你对宋南青迄只小狐狸遮死心啦。那宋南青甲廖凯宏吼，因两个人偷来暗去，你一直吞忍，一直维护伊。我安尼做，我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着我好，妈。你安尼做出人命呢？谁叫你不爱跟迄个宋丹青离婚？那呢，我嘛唔免免收迄个主任去甲因教事啊！哎呦，拜托你啊，莫阁讲啊，好无啦？去救你妹妹啦！伊一定会乖到冻袂调的啦，好无啦？行啦！我真正让你，哎，如果顶晚计较讲一两句话。我一直我咧讲，我找呾呢。喂，哎呀，那真正我是离好伊空气，强起来，这真正叫袂真实啊！哎，如果你不是真爱妈妈，过来，你去妈妈。我怕死了就没机会了，我们就在那边手牵手去你们没当了、去妈妈，妈咪啊，说什么我改你那天去吃饭什么去吃饭？啊，好嘞，安尼一讲，我阁真正
有淡薄脸红心跳，我哥叫是我真正爱你，就还你。我后来真正发烧啊，姐，我不要这样。以前，以前啊，听不了这些。你嘛，你当差我女娃，现在你还做些智慧啊？对啊，我哪会讲假不相信你？他参军。我相信那个渣男同款，一直跟我讲家有我重要。不要紧啦，彤彤，我只是想要翕一挂相片留作纪念尔。阿哥，你放心，这个相片哦，我绝对袂外流出去。你不是讲你最爱我的吗？我只是无想要让阮美丽的彤彤青春留白啊！好啦，我就翕一张就好。敢讲你无相信我吗？还是你根本就无爱我吗？你好。不要害羞，看镜头。林志同，林志同，你讲你自己人啊？我来接你，这边有十个连队位，然后刘处长来接啊。不过拄只有塞车，唔知影还会动你无？志同，你前面袂当出代志啊！志同，志同妈妈来啊！林志同，你讲你自己人啊？林志同。我讲是死哦，啊，袂啦，哎，其他较清楚啊，啊，你通讲开去啊，真紧啊，是着人来救咱啊，听无？嗯。嗯。咱敢若可是要死去啊嘞！我开始出现幻听了。我感觉我出现幻觉了。我要去我家。幸亏子桃跟不出去了，来了。哎，两个人在两做伙啦。伊在内底伤久啊。啊，不过咱的快乐嘛，无都做伙跟伊两个人滚出去啊。哦，先开分开。哎，伊啊，哎，妈，小大姐，安尼伊的受伤，我先来去提温水。水，好好好。